Hello，大家午安，欢迎来到 Girls Monday 妞妞的直播世界。现在是午饭时间，大家应该正在忙着买午餐了吧？好哦，快跟妞妞打个招呼。然后今天下雨啊，所以其实蛮讨厌的，湿哒哒的哦，蛮麻烦的。好哦，所以等等大家好不好？因为很多人可能现在在买饭。对啊，15分钟，大家赶快进来哦。然后大家期待非常非常久的牛仔弹力吊带长裤，它终于在今天亮相了，因为大家等了非常非常久，好多人都一直在问到底什么时候上架呢？今天有没有帮大家上架了？ Hello， 你那里大太阳哦？是哦，台北今天下雨，吊带裤穿好看，而且一上架就非常多人抢购了，所以请大家自己务必等一下在吃饭的时候呢，赶快自己去抢购哦。然后我们今天呢会送出吊带裤两件，然后中奖的人呢一样是可以自己选择尺寸哦。好哦，大家加油加油！其实大家都，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哦，都有帮妞妞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所以一定会中奖的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这件真的非常非常好看，等一下我会开始介绍哦。那大家最想要的东西，觉得最好看的东西就是这一件，它只有一个颜色。好，迫不及待的想介绍，因为你知道，从之前上周曝光之后啊，因为还没有上架就被问到翻掉了，而且它不贵，它真的不贵，就是我觉得价钱合理哦，非常非常合理，而且感觉很瘦。最近不是我变瘦了，我跟大家讲，我最近在增肥计划，所以我每一餐其实我食量蛮好，只是我不是一个注重吃的人，就是我不一定要吃饭才能工作，我可以一整天工作完再吃饭的人。所以其实我不是不爱吃，是我对吃没有那么讲究，我觉得啦，就是我的个性比较急，想做完事再吃，但是妞妞的事情都做不完，所以我都是把吃饭放在最后哦。但是近期啊，其实肠胃有点不太好，也有去看医生，然后医生就建议妞妞真的要照三餐吃，所以最近在增肥计划，就是三餐都有乖乖的在吃饭哦。好哦，好，我现在来介绍，因为好多人迫不及待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会送这一条裤子出去，送两件哦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可以中奖。好，那我要开始讲这件裤子咯。好，第一个呢，它是弹力的。它是弹力的牛仔裤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再来，我觉得大家最想知道的重点是，它是正常尺寸吗？没错，妞妞平常穿 S 号，我就是穿 S。然后跟大家讲，这种牛仔裤啊，牛仔合身的吊带裤就是要穿合的，所以你买正常尺寸就好了。那再来呢，肩带的部分大家可以自己去调整你想要的长度。有些人这边喜欢宽松一点，有些人喜欢合一点点，自己可以去做调整。那妞妞是穿 S 码的。那再来，我觉得它侧面很漂亮，因为侧面有一点小喇叭的感觉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小喇叭的感觉。然后裤口呢，它是做这一种合板，然后加小喇叭，所以腿非常非常修长。那这一件是落在大概九分的位置。我跟大家讲，布料非常弹，刷色非常显瘦，绝对是大卖跟好穿的款式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那如果有任何裤子的问题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如果我有看到的话，我会回答哦。那屁股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跟你讲，屁股它也帮你修饰得很小了，因为主要是布料跟颜色的问题啦。妞妞帮特别帮大家选一个比较深的蓝色，就是知道因为吊带裤没有办法盖屁股嘛，所以我知道大家都很害羞，直接把屁股露在外面，吊带裤没有办法穿长版的盖住你的屁股，所以妞妞特别选了深色，让大家可以比较修饰你的屁的裤子。好，所以不用担心。那这一款其实你这样围掉或者是整个穿好，我觉得都很好看。肉肉的穿会贴吗？基本上这一款是合身的，所以你说贴不贴，当然是贴啊，因为它就是要合身才好看。所以我建议还是买正常尺寸，因为它的布料是弹性的，所谓的贴身就是合身啊，我是主要是想说合身。
好不好？因为裤子 这一款就是要合身才可以显出它的小喇叭，那它的弹性是很好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挤肉啊，怎么很丑这样子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。深色真的很好穿，而且之后你可以穿合身的长袖在里面，看季节，看季节自己去做不一样的穿搭。那里面的背心我就不用再介绍了，我每天都穿着它，好不好？七天有四天都穿着它当内搭，不论是吊带裤、衬衫，任何，真的很好穿，150可以买一件看看。好哦，第一次看到弹力的吊带裤，很少有，因为它真的很弹，它也是。就是很弹，很好工作上楼梯任何事都是很 OK 的，这一款非常推荐，而且真的很瘦哦。好了，吊带裤讲太久了，后面进来的赶快分享，那没有看到吊带裤介绍的等一下可以重播、哦、因为妞妞后面还有好多好多的新品要介绍给大家。那再讲一下，最后这旁边是做各三颗扣子，不会干扰任何的穿搭，这边三颗，这边是一般的顺的裤子。好，所以呢造型非常十足，弹力非常好，价格非常亲民，想要的人不想花钱你就赶快分享。好，如果你有预算买这件裤子的，请你赶快去下单，因为即将要售完了，这一件实在太疯狂了，会造成大家为之一亮，疯狂的那个上衣哦，真的非常可怕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件帽 T 啊，晚一点你们可以看到妞妞的 po 文哦，昨天我就是穿的这一件衣服哦，然后你知道我一穿这件衣服出门的时候啊，好多人摸我。好，所谓的摸我不是随意乱摸，当然是认识的啦，他不是要摸我，是要摸我身上帽 T 的材质哦。好，这次帮大家出了这一款，我三个颜色都买了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它的长度超刚好，里面什么都不要穿，就直接一件套下去就好了。再来呢，刚刚有提到为什么大家都要摸我，因为它的材质是厚棉的，质感是真的摸起来非常非常舒服，它摸起来有点像毛毯似的。那这次出了，帮大家选了一个黄色，然后黄色当然一定多少会比较挑肤色穿，但是它还有黑跟灰都很好看哦。然后这一件啊，像我昨天我就是自己搭那种一般房间的连帽外套，就两个帽子的感觉，灰色。稍晚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的 po 文哦，很可爱。然后这一件也是我们公司所有小编大家都买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款式。那基本上你看它有没有分尺寸呢？没有分尺寸，大家都可以穿，弹性非常好，而且这边还有小小的开叉做一点修饰。它是一个很简单版型，但是却很显瘦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它是直筒，不是宽的？它是让你可以很修身的。所以如果你跟妞妞一样喜欢穿这一种简单造型，然后又好看又显瘦，然后质感又非常好的，我觉得可以带这件，好不好？那我来穿别的颜色给大家看哦。它还有黑跟灰，其实这个啊很难抉择啊。那我是因为本身很喜欢穿休闲，所以我才买那么多颜色哦。好，那再来我穿灰色给大家看。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哦，这一款的面料是厚棉的，而且是非常舒服的厚棉，它不是那种穿起来会贴在屁股上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好，那灰色大家可以搭自己的迷彩外套啊、军装外套啊，或是那种毛毛外套都可以。我觉得这一件啊到秋冬非常好用，你也可以穿自己的丝袜啊，或是黑色内搭裤在里面，都还蛮时髦的，有没有？再冷的话，韩国女生很喜欢多穿一件裤子在里面，或是你可以加那种小短袜，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看。172单穿会太短吗？基本上172可以单穿，只是说不会我那么长，可能就是大概落于这样子，可能刚好屁股之下。那这一件本身就是要当做洋装穿的，所以172是可以的，只是它会再高一点点，但是一样可以当洋装穿。好，因为66161，但是它在我屁股之下大概20公分吧，所以172是 OK 的。160/58穿起来会太贴吗？基本上它会随着你的身形跟你的腰型去做服贴，那每个人的身材都不一样，妞妞没有办法界定会不会是合身贴身的啦，但是本身就算是宽松，顶多合也是这样子的感觉吧，这样子，那也不会到很合。而且它的布料我刚刚有讲，它的弹性后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款式哦。有收到明信片了，我自己的都还没有收到，已经有好多粉丝有说有收到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哦，我是一张一张自己手写的哦。
152穿会不会变长裙？152穿到这边啊，到膝盖之上，不会啊，非常非常的可爱好看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你们不用担心说会太长太短问题的休闲毛T哦。后面进来赶快按赞留言分享，因为我们今天是送牛仔吊带裤，前面没有看到的等一下可以放回放哦。你不想买的就赶快分享，那要买的就要赶快买，不然你会买不到。好，那帽 T 还有一个最基本的颜色啦，一定是你们最喜欢的。那公司里面的小编其实也都一直在考虑说啊，一直问我啊，因为我昨天穿黄色来上班嘛，大家都问我说，哎，妞妞要买什么颜色啊？到底是要黄色好，还是黑色好，还是灰色好？好，因为这三色真的是很难选哦。而且这种帽T啊，跟大家讲哦，其实在外面可能各大品牌、各大网店你都会看到有类似的，但是这一款真的是长版，质感又特好的。质感又特好的那个面料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买哦，大家可以买。而且现在这个天气凉凉的，像我昨天就穿这一件加一个棉外套，我觉得非常刚好，室内是 OK 的。黑色好看哦，喜欢黑色显瘦。对啊，我就说你们很奇怪，你们都不接受其他的颜色。好啊，不管你们，反正黑色也是很美的，黑色也是很漂亮的，好，随便你们。后面进来一定要分享，因为我们今天的新品超赞的。好，那这个啊可以搭迷彩外套，那再冷一点，我那种厚的那种毛毛外套就会出了哦，大家也都可以搭在里面。这种衣服一季大概可以穿上10到20次，不会买一次就堆在那个衣柜里的，保证，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实穿。细节不同，我这件有莫名的摇身没错，因为我就说它的布料跟它的版型，其实啊坊间都有卖很多类似的帽T，但是我觉得质感跟布料真的差很多，样子很像不代表你穿起来的就会一样或是显瘦，所以我一直都是很坚持我自己的款式，就是非常非常厉害，请大家自己去购买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今天要穿一件厉害的东西，就是一个提花两件式上衣哦，哎，这个很夯哎，你知道这个今天早上一上架、啊，超多人买的。好，它是比较女神风的衣服，可是我个人自己也有买一件啊，因为我们家其实也是少比较少见这样子的衣服。这次帮大家出的是长袖提花哦，哎，我觉得我很贴心哎，我都帮大家在适时的季节，然后出适时的衣服，有没有很贴心？好。这一件呢，就是我刚刚说一上架就意外的惊喜，大家很喜欢。首先呢，里面会附一件这种很基本的小可爱，有点滑布的，那你也可以拿去就是别的地方使用，好，或是穿搭在里面哦，或是穿搭在昨天的树叶纹上衣里面也可以，就不用买了。好，再来呢，它这个粉红色是很淡很淡的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美、非常非常气质的粉哦。好，我来穿给大家看。它这一件呢不分尺寸，因为它是比较宽版的，好，建议大家在穿提花的时候不要戴手环，因为就会像妞妞一样这样勾到。好，提花因为是镂空的嘛。好，来，这件非常非常的美哦，然后它其实很好搭，你搭蓝色的牛仔裤、黑色的牛仔裤、合身的长裤，或是那种西装面料的裤，通通 OK。 那这个粉我觉得很适合现在的天气，是因为它是粉肤，很少看到粉肤色的提花布哦，然后它是有点做有点宽宽的袖子，所以不挑人穿，里面就是可以搭一个细肩带，都是送给大家的。好，然后长度呢非常刚好，也不用扎了，然后领子也非常非常完美，刚好露出大家的锁骨跟项链，非常非常气质感。这一款就是一上架大家都超爱的款式，好，莫名超爱的，因为提花很少做长袖的，一般提花都做洋装或是裤装嘛。那这一款是真的蛮特别的，它就是如果之后夏天你要穿的话，你去就是里面如果穿比基尼的话，你可以把里面的背心脱掉。怎么订购？等一下我们会放到网址，或是你现在直接到我们的官网订购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有不懂的地方，可以再私讯给我们，小帮手都会回复你。好，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粉色很好看。那还有一个哦，如果你不真的不爱粉色，我跟大家讲还有一个很好看的颜色哦，大家赶快按
赞留言分享哦，因为我们今天送的是牛仔连身弹力吊带裤，真的非常难得一见的吊带裤，而且价格我刚刚讲的非常非常的亲民哦。好，来，黑色超美的，很美哦，但是真的很漂亮。哎，那一上架就卖超好的。好，来，这个是黑色的部分，黑色就是给人家一种性感唯美的感觉哦，没有，很好看，然后宽宽的，你看它袖子，我最喜欢是它的袖子，因为它袖子很修长，就是让手很修长，然后袖边都是一朵一朵的，很美哦，赶快在留言分享，如果你是新粉丝，更要分享，更要买一件试看看妞家的品质哦。感冒还没好啊，因为我每天都要讲半个小时的话。好啦，为了你们，我现在每天都要喝热水，每天都要保养我的喉咙了。很美，这件我非常推荐大家买，而且它是两件事，就是里面有送你一件短版的小可爱，都帮你搭好了，所以你不用烦恼，去约会就直接穿这个。那黑色你也可以穿那种包裙啊，然后踩个高跟鞋就可以去约会咯。穿长袖在里面会不会不搭？完全不会。如果天气很冷的话，你可以穿像这种包长袖在里面，那它就是一样会有镂空的部分，不会那么凉，这都是可以自己去搭配的，不错，这个 idea 非常非常好。多少钱？我们现在官网全部都上架了，千万别考妞妞，因为妞妞的数学跟记忆力没那么好。等一下，你们现在可以到最新商品去看，每一样商品都已经上架了，好不好？都已经上架了。好，再来，我今天要介绍一个很厉害的衬衫。好，先跟大家讲这件衬衫呢，它非常非常特别，特别在哪里呢？好，跟大家讲咯，这件衬衫它有多穿法，它有多穿法，这件衬衫有多穿法，我先拿别的颜色给大家看。先拿白色好了，白色比较明显。第一个，有没有看到它的这边有一条绳子，这一条绳子可以放在后面，也可以放在前面哦。那我教大家怎么穿哦。现在绳子在我的前面，对不对？我看不到绳子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如果你扣剩两颗扣子没有扣，我们可以把绳子藏在里面。第一个，它就是一件扭转然后宽版的衬衫领上衣，就很单纯的是上衣，你甚至可以把它扣起来。好，它就是一个衬衫式的上衣哦。好，这件非常厉害，它下摆就是这样子不规则的哦，不要跟我说是瑕疵，它就是扭结不规则，让它随性的垂坠。那后面是这样子，就是衬衫式的，后面非常修长，我觉得侧面也非常厉害哦，就是有点前短后长的感觉。好，第二穿是什么呢？第二穿呢，来，我们微微开，如果你今天比较敢穿露一点的人，就是微微性感的宽版的衬衫。再来第三穿是什么？第三穿我们把它打开，里面当然你不一定要像我搭这种平口内衣，你可以搭细肩带背心，它就会有一条像项链式的东西垂坠在这边。好，穿起来视觉上就有不同的改变咯，然后当你拉斜肩或是正常穿的话都非常非常的好看。那这一穿我觉得是最漂亮的，它就是有一个项链的感觉，很厉害哦。会不会不适合娇小的人？多娇小呢？因为妞妞现在大概45公斤左右，那小个的人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model 穿，因为 model 比妞妞还在更瘦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OK， 因为它本身它的型就是做有点飞鼠袖宽版的，很可爱的感觉。那这个颜色啊，大家会想说妞妞这到底是什么颜色啊？它是有点绿灰绿灰色，我觉得这颜色蛮有质感。第一个，它比较容易在荧幕上跑色，但是实品呢，我觉得是非常 OK 漂亮的。我觉得如果你有一点心动，这个颜色是可以给它机会的、哦。因为等一下你们去看照片，可能会觉得，哎，这件怎么颜色跑色这么严重？因为拍照关系跟直播关系，多少会跑一点点。但是相信妞妞，它的实品色是很漂亮的。好，再来，我就穿另外一穿给大家看哦。好，我来用黑色穿另外一穿给大家看哦。好。我现在把绳子放到后面去，好，要等我一下哦。绳子放到后面去，好，这件衣服我觉得蛮厉害的，而且它也是薄薄的，现在就可以穿了。好，来哟，我建议大家就是这样子来。我现在绳子不见了，绳子在后面，绳子在后面，有看到了吗？
它绳子是你可以自己随意摆放。那如果你今天想穿鞋领，绳子可以把它放后面哦。前面呢，来拉好的话，一样是一件正常的衬衫，宽版纽结正常衬衫。那像如果白天有太阳啊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反折一下，大概折个几折，然后这样蓬蓬宽宽的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件非常非常厉害，它很多穿哦。然后绳子有没有看到？它就是如果挂在背上，就有一个简单的造型，很好看。然后后背如果你不小心掉下来，你看还有小巧思，有没有？还有小巧思。然后我刚刚有讲这件的后背，我觉得很漂亮，跟侧面整件衣服就是很厉害的感觉。对，就是很厉害的感觉。一般上班族可能不敢穿这么多，那没关系啊，那我们就扣好吧。等假日有出去玩的时候，我们再穿，有没有？它就是有个吊脖子的东西，很可爱。好，绳子刚刚有介绍喽，你要摆前摆后都可以。后面进来的记得一定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我们今天送的是弹力裤哦，弹力吊带哦，长裤哦，这件很多粉丝已经去买了啦。好，不等我送了。好，这件非常好看，如果你要看那个。看穿搭介绍可以看前面的重播。好，有没有很厉害这件衣服？好，然后它这但是这件衣服的质量你回家要稍微烫一下哦，它比较容易皱。那烫怎么烫呢？就之前我教大家拿那种喷头发的东西稍微喷一喷，手抹平放在风干的地方就好了，或是你可以洗澡的时候放在浴室里面哦，就是让它有蒸汽的感觉。好，那衬衫还有什么色呢？来，衬衫还有白色，我再把绳子再穿前面一次给大家看，好吧？刚刚后面进来的人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好，白色呢，就是有点男友风的感觉，就是白色我觉得比较性感一点，白色比较性感一点，你也可以这样穿。我跟你讲，这衣服很多穿法，就是你回家可以想一想，你想怎么穿。好，你也可以这样穿，回家想一想。我已经穿了三个方法了，就是白色会比较有点偏向性感，就是 boyfriend 的感觉，就是搭那种宽裤的感觉。好，刚刚也有介绍，前面这边是自然垂坠哦，不要跟我说是瑕疵，它就是扭转哦。好，然后我最喜欢还是它的后面，你看，我觉得它后面做的非常非常漂亮，这个版型我真的觉得很厉害。好哦，我在介绍东西都来不及看你的留言，跑得好快哦。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再一个一个回复好了。所以这个衬衫呢，你想要正式，想要简单，想要性感，想要微露微辣，全部都做得到，好不好？那颜色自己去选咯。好，再来呢，厉害的又来了，好像每个都很厉害哦。你们会不会觉得今天又要剁手，会不会又想杀人？好，这件上衣我才是觉得特别的，第一次第一款麻绳长袖，麻绳造型长袖，来，它很特别哦，我来近看特写给大家看。来看一下麻绳的哦。好，那这一次是做这种比较长袖，比较有点小小女人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然后是酒红色，酒红亮酒红，这件蛮便宜的哦，这件蛮便宜的，而且质感一样是 OK 好的。短裤有哦，牛仔裤有黑色跟蓝色，之前的追加款。好，然后呢，你也可以这样子，看你啊，看你喜欢。但我觉得扎起来，我的腿比较长一点点，放下来也可以，比较慵懒的感觉。那这一件呢，会不会掉下来？不会掉下来，那个妞妞肩膀算小。你看它袖子很漂亮，我很喜欢这种长长的，特别帮大家做长长的。长长的袖子就是有一点小小女人、小小性感的感觉，红色穿起来很亮哦。但这一件我就不帮大家，我就没有帮大家选了黑色，因为我觉得黑色配麻绳没有很好看这一件，所以呢，我帮大家挑了灰色。等一下我穿给大家看，又要剁手了哦！每个新粉丝、旧粉丝进来都说要剁手，我觉得我这样子害人，很像很不好的，怎么办？你们换个台词啊，不要再说要剁手了啦，好恐怖哦！我快被你们笑死了。之前有粉丝说什么，说他来不及赚钱，我的印象深刻。好、哦、这个红色我蛮推的，好不好？而且很便宜，我记得200多块而已，这件也很厉害，而且薄薄的长袖最适合现在穿了。
好，那刚刚有讲了，我觉得它这个啊，我帮大家做的这个蛙肩，我觉得蛮刚好。第一个，它不会掉下来，不会这样一直掉，一直掉，有的蛙肩会一直掉。第二个，它没有很大，因为毕竟现在天气有点转凉了，它没有很大的洞哦，它就是很刚好的洞。那材质、质感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。好，这个要交给大家自己买回家看看咯。好，再来呢，刚刚有讲哦，这一块我没有帮大家选。黑色是因为我觉得黑色配麻绳不好看，所以我就选了灰色。好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很好看，所以我就选了灰色。我觉得灰色就是很质感的感觉，黑色就是有点无聊，所以我后来就选择灰色。如果你不喜欢大红色，穿灰色也好看。我跟大家讲了，灰色非常好看。如果你今天有发箍，来。就是你手边啊，如果有发箍的话，之后可以就是有一些造型啊，就是会变得比较不一样一点点。其实有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去用配件去做一些造型哦，像我多戴了一个发箍，你们就会觉得整件衣服长得不太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手机要摔坏了，秀文，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啦，好好笑哦，我快笑翻了啦！这是我今天听到最有趣的事情。手机要摔坏了，哎呦，我快笑死了。好，然后这个质感面料很好哦，这是新的面料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买一件看看。然后它就是很柔软，应该看得出来很柔软哦，很可爱，很好穿，长度要扎不扎，我觉得都蛮刚好的，好可爱哦。陈慧，陈慧你不要洗了啦，你就穿得漂漂亮亮，记得女人要打扮漂亮一点。好啦，但是你们还是要适时的买，不要这样乱花钱好吗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跟你讲我要穿的这一件啊，是那个上架后啊，我根本来不及直播介绍，然后就没货了，然后他昨天到了追加，我就请小帮手帮我拿上来了。好啦，跟大家讲这一件到了追加，我根本完全就还来不及直播，然后小帮手就把货全出光了。你没有看到这一件吗？海玉秀喇叭秀的一字领上衣，然后它是粉色的，好长袖，真是太过分了，完全都没准备给我，然后就直接说哎，我们要出给客人，结果我什么都没拿到，所以我没办法直播。好，这件呢是非常非常卖的、哦、而且是我记得也是便宜的。然后来看一下它的材质，它的材质是这种立体纹路的边，然后袖子非常美哦，它是不是喇叭哦，它是有点不规则、哦、这边比较长，前面这边比较短，可以让大家看到手袖，粉红色非常好看，它这个粉是玫瑰粉，不是草莓粉哦，是玫瑰粉。赶快在留言分享哦，都有分享了吗？有没有谁是新朋友的？新朋友的跟妞妞 say 个 hello 吧，因为其实老朋友妞妞都记得你们了，真的每一个我都记得了。好，有没有是新朋友的？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哦。好，妞妞还蛮常直播的，希望不要吵到大家。像仙女，这个就是粉紫，对啊，粉紫啊，玫瑰粉紫，然后就像仙女。可是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做造型哦，也可以搭合身的包裙或是牛仔裤，不要休闲感觉，看大家自己。恒星 ，Hello， 好，再来哦，再来，再来哦。它还有黑色跟杏色，我再来穿杏色给大家看。好，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款式哦，请大家一定要自己把握，因为这个我真的连穿都穿不到，就那个就没了。好，那跟大家讲哦，杏色会有点微透，请大家自己换上内衣，除非你不 care， 妞妞里面穿黑色内衣，你不 care 我这样透透的，那你就穿黑色内衣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粉色像仙女，杏色像什么？气质妹吗？你们觉得杏色像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杏色很好看。听说你一定要看重播，因为前面的那个牛仔吊带裤超厉害的、哦，好不好？后面进来的一定要看重播。好，非常非常美哦。这个颜色，我个人是买这个颜色，因为我超喜欢这种有点气质的东西，有没有？而且肤色很显白。怎么了？尺寸可以到 XL 吗？我尽量好吗？嗨，爱蝶，你好。网站衣服不能暂存哦，跟大家讲哦，购物车的东西啊，你要在一定的几小时之内就要结账完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
那个你放到购物车都算占到大家的库存量，那那个东西系统就是几个小时它就会消失，它就会把那些东西给别人买了。好，这是为了希望有些粉丝想下单他可以下单，所以系统的建制是这样子，所以记得购物车不要放太久哦。杏色好鲜，蛋花透，不用啊，换上白色的就可以了，换上白色就可以，但是我觉得杏色真的超美。好，再来还有个颜色啊，实在不想穿这颜色，因为你们每次我穿这颜色你们就全部就一窝蜂要买黑色。哎，我跟大家讲哦，这个这一款呢、啊、它不会很薄，然后也不会很冷哦，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买的，就是不会说现在季节不能穿，是 OK 的。很美哦，来，你们是不是又喜欢黑色？黑色就是袖子我觉得最漂亮，最能显得出这个袖子的感觉。对，来，可以，我们可以问陈慧，因为陈慧几乎每天都在买，是不是？可以加到你自己喜好清单，但是不要加入购物车，因为购物车它会消失，好吗？自己喜欢的清单，你晚上回去看的话，你知道你自己想买什么，然后到时候找东西会比较方便一点。好喽，黑色也是最美的啦，黑色就是最能穿出这个袖子的感觉，好吗？那三个颜色交给大家喽，这个是最佳款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介绍大家今天也是很期待的黑色跟绿色的裤子，裤裙。我今天刚刚早上已经看有很多人下单了。好，我来介绍，这是大家今天很想知道的裤裙哦。好，它是弹力裙，然后这一次选的是比较休闲的款式。好，那我来跟大家讲。这一款是裤裙，然后它是包臀裤裙，弹力的哦，穿起来非常非常的瘦。来，这一件呢也是大卖款。那它有两个色，绿跟黑。好，这个一上架就很多人买。来，这个背心又出现了。好哦，先来介绍它的颜色好了，它有绿色跟黑色，很弹哦。有没有发现妞妞家很少出裙子啊？有没有发现妞妞家很少出裙子？这一款裙子有没有穿起来很顺直的，不会就是很胖？它是合身的，尺寸正常，而且就是会让你翘臀，有腰又有翘臀。再来呢，有黑色哦。如果你不敢穿，你还是觉得啊，我绿色腿黑黑的啊，我绿色怎么样，那你就买黑的。好，开两个叉来修身嘛，修腿，非常非常好看，弹力十足哦。怎么样十足？再拉给大家看，一样是弹的。好，再来呢，我来看一下哦，这里面有做一个小裤裤，怕拉太高，小短裤，它就是安全短裤，所以它是一件裤裙。长度如何呢？不用担心它曝光，因为它其实就是包臀的，整个都包臀下去的，所以呢完全就是不可能会有走光的机会啦。说真的，它不会有走光的机会。轩丽，我知道你订了，我早上有看到你的订单，我很认真的一个粉丝的订单一个一个看。它也是弹力的，不用担心，正常尺码，不要随意乱买，听我的话，买正常尺码就好，不要买偏大或者偏小。好，然后它就是要合的，包起来才好看哦，非常非常美，而且很瘦很瘦，我记得码数有 SML。 后面进来的你不要忘记分享哦，分享我们今天可以抽奖哦。那除了分享之外，妞妞也非常高兴认识很多新朋友哦，里面应该有很多新朋友，那记得你不想分享记得要帮我按个赞哦，或是留个言好吗？156 50公斤要穿什么尺寸？156好，我先跟大家讲，很多人都会问我说，我几公斤要穿什么尺寸。这一款呢，你就拿一般你最常买的尺寸，156 50公斤，你一般是拿什么尺寸， M 还是 L？ 这一件你就买什么尺寸。每次都还没收到，其实又想下定，好啦，就疯狂的买，赶快认真赚钱。好，那这个口袋是假，这是真的口袋，可以放一些小零钱啊，什么发票之类的。好，很可爱哦。然后绿色会比较特别一点，绿色它就是有点草军绿，它不是那一种真的很军绿的军绿哦，它比较绿哦，你们到卖场上去看一下，
但是不用担心绿不好搭，绿在秋冬里面是非常非常好看的。哎，我看一下，好哦，旅馆说我的眼影很美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。今天我特别换不一样的眼影。好，再来呢，我要介绍黑色了，我怕你们很疯狂，就是想要买黑色。好，今天的下半身显然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哦。好，黑色保证就是瘦瘦瘦到翻掉的。好，记得不要乱买尺寸哦。好，先跟大家讲一下哦，如果你收到的商品这边没有剪开，是因为那个我请厂商先缝起来，就是等到你们收到再打开。但是小帮手他会帮忙剪，它其实就是一个线。大家应该知道吧，像有一些牛仔外套也会有，如果你收到的话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把它剪开，它只是一个线而已。好，好，就这样子剪开就好了。好，很简单啦，很简单，每个人都会，很可爱，气质有点俏皮。怎么购买啦？我们等一下会附上连结哦，请到官网下单，非常简单的，用 FB 登录就可以买了。好，一样哦，黑色有没有很瘦？一样是小小的翘臀，有腰有身材哦。而且这一款呢，它是这样子贴的，所以不会让你有这种突然屁股很大的感觉，就是顺摆的贴着。里面一样有小安全裤，但因为就刚刚有讲这一款是包臀，基本上根本就不太可能会有走光的机会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，好不好？真的都好好看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好好，那这个我就交给大家，非常非常弹的弹力裙，而且单价不贵又好穿。那妞妞平常很少做裙子啦，因为好看的裙子真的不多，要我选上的裙子就是很厉害。好，所以很方便，要包色的赶快去包色，要买的人赶快去买哦，才不会后悔哦，等一下抢不到货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还有一件下半身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，来，就是四扣短裤，新款的四扣短裤。这一款呢，它的造型蛮厉害的，因为它在四扣的地方做了不一样的双色撞色的感觉。好，那平常呢不喜欢穿太紧牛仔裤的人有福了哦，因为呢这一款的版型算是偏比较大一点点哦，像妞妞穿 S 号还有大概一寸的空间，所以呢如果你喜欢比较宽松的人，你可以买这一件，它整体的休闲度宽松感都比较大，大很多。那这个我自己有买啊，就像我讲的，因为我每一件牛仔裤都是弹力，都是比较合身的，然后这一次终于买到一件，来，尺寸比较大一点点哦，可是我还是自己有买一件，因为呢冬天开始比较厚的衣服想要扎进去的时候，这时候这种裤子就有用了哦。好，那特别的地方在哪里？四扣，有没有看它是撞色的？ L 可以穿吗？裙子有分尺码啊，裙子有分尺码， L 就买 L。 好，有没有看到撞色？我超喜欢这个的，所以这一件我其实是买起来，然后我刚刚讲秋冬我想要搭比较厚的衣服可以塞，那这一款的明显版型尺寸都比较大一点点哦，比较大一点点，所以如果你平常是肉肉的，你穿 S 号有点紧的话，这一款 S 号你穿上去就会很舒服，还有很多的空间哦。算是高腰吗？它其实到算低腰，因为我的肚脐在这边，它在肚脐之下是低腰的哦。知道吗？好哦，来，它不是弹力的，它是一般的牛仔裤，一般的牛仔裤，因为牛仔裤它就是没有弹力的，它就是正宗的牛仔裤版型，所以大家可以买这种，我觉得这个蛮休闲的，就是春夏秋冬都可以穿，然后冬天还可以这样厚衣服，然后如果你觉得有点大的话，可以再系一个皮带也会蛮好看的，像我自己就是会系皮带。下巴会不会容易虚掉？虚掉哦，那看你怎么洗咯，看你怎么保养咯。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爱护它，都是把它丢到洗衣机直接这样搅的话，当然很容易坏掉。你可以用洗衣网或是手洗，或是牛仔裤，甚至我觉得不要穿一次就洗，就是穿几次再洗，好不好？这件很好看，这件也是我自己有买的商品。好咯，那今天的东西差不多都介绍完了，我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。就是说呢，这个啊快要卖光了，
请大家告诉大家，请你们赶快哦，不要再错过它了。今天我们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就是送它，好不好？好哦，那想买的人赶快去买，因为它即将要没货了，可能要再等追加，追加是七天哦，好不好？好咯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，所有好东西都交给大家了，大家自己再去看一下咯。那别 记得要去看我们的粉专，我们有新品活动哦，截图喜欢看你喜欢哪一件商品，我们就会抽出赠品哦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直播到这边咯，拜拜。